潜水艇啊，潜水艇爱情故事，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二个表演区，表演者是我们大师团大师春林。哇哦！第五季《这就是街舞》红毛巾获得者 Qka Carlton。这个区域的主题是像一个飞机的客舱，一位元宇宙的机器人掉落在了这里。它是一个冷冻以后复活。哦，所以这个就是胶囊的其中一个人有点早起来了，然后就被冻住了吗？对。然后现实中的一个人是不是想要来让他苏醒？还没醒，冻在那儿了。想让他醒有点难，关键是。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浪漫的胶囊。这个是其中一个人的爱，从未来回来，他回来的有点早，他们还没醒，等着等着就冻住了。我觉得其他就让他们用他们的想象力呈现。三、二、一 ，Action！ Even when you feel 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you feel 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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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Hustle hard, hustle every single day. I'll be making moves till I'm buried in my grave. To the system, I don't wanna be a slave. I've been doing shit my way, or the highway. And in the driveway is a nice range. Cause I grind through the climb, I invite pain. You'll never hear me, bitch, nah, I don't complain. Just gotta flip the switch and you can go and obtain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need. Your mind's got the key ingredient, it's belief. They'll deceive with the negativity, but I just slide right by that energy. Even when you feel 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you feel 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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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哇，厉害厉害厉害！我有点微麻嘞。哇塞，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哇，冰美人这个作品，所有人的人看完了都有一种向往感，那种对于爱情的憧憬。好，有点猛啊。好惨啊！好惨！他真的有点像我这个，太惨了。人生颠颠倒倒，境界更高。拳风风风骚骚。大洋前的最后一杯。Easy, super easy. And then we went to the record to the training studio, and he was like, "Okay, this is how we're gonna do it. Carlton, you and me, we're gonna dance that."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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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Yeah. Are you okay? I'm drunk, man. I see double. Carton 这个本身啊，就很有那种喜剧细胞。Finish. Carton. 故事线非常完整的一个作品，不相信是这么短的时间内排出来的。其实就是把这个故事更简单的表达出来了，表现的可能很简单，但感觉可以想出更多的想法。比如说你这个在门口其实一直在等待的里面的那一位，但是你苏醒过来之后就去找他了，对吧？一直感觉 Qka 非常的酷，哇，这个性感的一面也很性感。第一次看到他跳这么性感的舞种，发现他其实跟Ibuki啊都跳过很多这种比较 gross 的这种感觉，我感觉他还挺全能很厉害的，因为我之前的印象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女孩，这次跳的作品我感觉太帅了。すごいやっぱでもあのペアであのマスターがリードしてくれたんですごい踊りやす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なんかあの自分も一応あの女性でヒップホップをメインにやってるんで普段こういう一面は出さない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そういう女性的なこう面を出せるこう場がもう早速あったのですごい踊ってて嬉しかったです。这样的冰美人谁不喜欢呢？厉害厉害，太喜欢了，太帅了！哎，我也想这么跳，不会。我们都想尝试这种，很想尝试一次。挺帅的哈。来了，重量级来了。哦，真的睡着了，像一个模特，你知道，就卖衣服的，卖露营的。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区域，表演者是大师团大师马小龙。哦，第五季这就是街舞红毛巾获得者 Zico 卡卡。这个区域的主题是，这个就露营嘛，对不对？我先说个简单的啊。一阵龙卷风，来了 UFO。UFO 停在了这个帐篷上。我帮选手们拉回来。即便有龙卷风和 UFO， 他们仍然是可以享受露营和生活。哇，这更难。这更难，真的，这更难，这真的。啊！太难了。不如换一个结尾，这个可能更难了。这也可以，时间可以再倒流。啊，对，对吧？哦，龙卷风 UFO， 完了之后就时间再倒流，又回到了现在去。时间倒流，帐篷没了。啊，对，影响跳舞。Three, two, one, action.Thank you.